有一个人因为肚子不舒服去看医生。医生，最近我觉得肚子老是胀胀的。好，我帮你仔细检查一下。于是医生请病患躺在床上仔细帮他检查。是蛔虫在作怪。蛔虫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我正好有一种最新疗法，专门整治蛔虫，不出三天，保证清洁流流。翻过来，屁股抬高。医生拿出一些巧克力酱塞进他的肛门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再过来。你来，躺上去。医生又用一些花生酱塞进他的肛门。第三天，再用一些草莓酱同样塞进他的肛门。忍耐一下，明天就大功告成了。到了第四天，病患一脱下裤子，蛔虫立即探头出来问。